本节目由为幸福天才的都乐视特约播出。好货不用挑，手机购物 APP 初度接，我们相爱吧首席战略合作。欢迎来到江苏卫视我们相爱吧，请戴着眼罩乘坐我们为你准备的车前往约会地点，以你最可爱的模样和你未来的男友相见吧。我叫徐璐，今年20岁，我现在是一名演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i 乔任梁，我是一个爱好演戏的理科男。因为我自己就从小到大没有谈过恋爱，因为每次都是在戏里头去爱一个人，他跟生活当中不太一样，是不是过来可以让我找到？哎呦，差评差评差评，当太低了。我感觉这是像变戏法啊，差评。我要去跟一个男生见面，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去的地点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好紧张啊。别紧张，宝贝儿，没问题，爸爸相信你。哎呀，我好紧张啊，爸爸。万一他长得特别丑怎么办？哇哦，你看这根本就是不是 pose， 它已经融为一体了。现在你可以算一点，去哪里呢？咱不会要去码头吧？游轮、游艇、机场。要婚纱？还要戴眼罩，戴上眼罩更没有安全感。到男生长得很丑吗？那也不应该啊，我以后迟早会见到的。那我们两个都看不到的话，那还怎么交流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不用尴尬。见面讲个笑话。从前有一个山，山里有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，讲的故事是为什么没有一双滑板鞋呢？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，问我怎么不开心。是个淑女，有一双滑板鞋。哎呀，妈妈呀，快来拯救我！有人吗？哈喽，我有点害怕。这到底是爱情片还是恐怖片？陌生的环境还是没有安全感，下一步该怎么办都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任何的提示，看不清周围任何的东西嘛。Oh my god， 这什么呀？能喝吧，兄弟？这边，我们每次约会的地点是汉餐厅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喂，慢点慢点。妈妈，这是一个坡。还有一个，对，慢点慢点慢点。慢点慢点，对，慢点慢点。
慢点，我可以。起，慢点，我可以。你好，休息一下。这。嗨，你在笑吗？嗨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让我找家餐厅的服务员。你好。您在这儿再稍微等一下，因为男嘉宾还没来。好的。冒充服务员可以慢慢靠近。如果一说我是男嘉宾，他性格特别胆小，特别内向，离我特别远，那就……这么点。旁边是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催一下，让男嘉宾赶紧过来。您先吃吧。我不想吃，我紧张。他什么时候来啊？他很快就来了。相信，特别相信。嗨，你好。谁在我旁边？你干嘛？是有人来了吗？你好。你是谁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好。你是男嘉宾吗？你是那个女孩吗？对。你有180吗？有。夹头发吗？夹头发的话快190了吧。我头发很长。头发很长？对，很长。就夹完头发，因为你自己想象一下，乐队加摇滚，然后头发啪全部起来的时候。一个牛仔啊。是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玩了，不能玩了，已经猜出来了。 OK， 就给你带来这首歌。常常怀疑自己当初不应。哎，别闹了。那你最喜欢男孩的五官的哪个部分？鼻子。好。所以你鼻子高吗？我的五官呢，鼻子是比较出众的一个。对。所以，不信你摸摸看。我摸了。你手在哪？在这儿。这儿。原装进口。是真的。上海特产。你不要插进去。确实挺高的。你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啊？双眼皮。你是长头发吧？对，长头发。你身高多少？166。哦。挺好的。那你什么星座啊？我天秤座的。哦。你呢？我摩羯。感觉到了，我一说摩羯座他就有点被摩羯伤过啊。但星座没办法改啊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多大？94。94。94年，我想问你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这摩羯座，一个是他跟我说他是94年的，再来一个是他说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这三下是当当棒，这是在整我吗？你没有谈过恋爱？你觉得怎么了？那我就是你初恋了。那个，你是歌手吗？不是。你是演员吗？94年。我大概有一个范围了。什么范围？你已经猜到我谁了吗？那个。
你是刘亦菲吗？你是刘亦菲吗？呵呵，刘亦菲。哎呦妈呀，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我桌子移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哎呀，完了为什么会这样？出大事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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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OK。我裙子湿了。你裙子湿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在哪？哪湿了？我自己的。呀，沙发没事吧？你这样也湿了。我扶你，来，你擦。所以你会乐器吗？会啊。会开演唱会吗？最近老在拍戏。老在拍戏。对，因为拍戏的话就是没什么时间可以请出假来。你能坐过来一点吗？这是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你在对我凶吗？漂亮。因为我算很小的，然后在家里也是最小的，去学校也是最小的，就不会有人这样。他居然凶我，狗！不是，你听我说。我还不让你出去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就是。就是什么？就是我应该坐过来才。啊，漂亮。但是真的湿了。对呀、啊。OK。没事，我可以尝试着，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让他坐得离我近一点。那我发现我的态度不对，马上我就坐过去吧，男生主动一点吧。这样，我带你熟悉一下这边的环境吧。好。你手上终于不出汗了，所以现在不紧张了哈。是吗？那你也看到我了是吗？没有啊。我就确定了，因为我看过他的一二分之一的夏天。你告诉我吧。欧巴，告诉我吧。你前面叫我什么？欧巴，哥哥，告诉我吧，好吗？好爽，能不能再叫一次？我不要了。你告诉我就再叫你啊。不是，我很想告诉你，但是我先去上个洗手间，然后再告诉你我是谁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出去？我上个洗手间。嗯、你去开门吧，我送你到门口。啊、不，我送你到门口。别，你听我说，我自己 OK 的。我送你到门口。我真的 OK 的。走，我送你到门口。你坐好。我送你到门口。不。门口会有光，真的，我送你到门口。你先坐一会儿，你先坐一会儿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不，你现在怎么抓的那么紧啊？你怎么不行？你快去上厕所。其实他还是很单纯、很可爱，他特别想知道我是谁，想拉到光底下看清楚我。本来我牵他手他会躲，现在变成反过来，变成他死拽着我的手。能不能再多拉一会儿？好，我出去了。待多长时间？会有人过来吗？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嗨，有没有人呢？妈呀！哇，吓着了，因为我真的。